該曬。各位同事，我哋開會啦喎！嗱，咁見到大家咧，經常好似佢哋咁樣啦 ，work from home， 所以公司咧特登買咗最新嘅 Microsoft Surface 商用版嘅產品俾大家。嚟緊每人咧仲會派一部 Surface Pro 7 Plus， 等大家方便啲做嘢嘅。咁啲冇翻嚟 office 嘅同事，咪要翻嚟公司拎機，再自己裝翻曬啲 software， 咪好麻煩咯。呢位同事，你聽埋我講先啦。嗱，公司咧係會安排 courier 將部機送到你府上。簽收咗之後，一開機 ，Windows Autopilot 就會幫你裝曬所有 software， 同埋咧就係做埋所有嘅安全設定，咁大家就可以放心做嘢啦。冇咩問題，我哋繼續開會啦喎。嗱，今日咧我哋嗰個嘅議程咧就非常之緊密嘅嚇，咁包括咧有個 agenda 咧就有 ，come in， 方小姐，唔好意思，呢度份文件要你簽一簽，麻煩你，唔該。好啊。喂，呢一份文件頭先喺 Word 檔嗰度咪簽咗咯，有冇睇清楚嘅咩？你仲有啲錯位啊，我啱啱幫你執翻好啊。啊，你一陣間出去之後咧，幫我 draft 過另一份 contract 啊，我一陣間自己睇 OK 噶啦。知道方小姐，唔好意思，咁我出翻去做嘢先。乜方小姐原來改咗啊？我真係大懵啦。咁啊，唔使咁驚，下次小心啲咪得咯。係，知道，唔好意思，方小姐，我會努力噶啦，唔該曬。喂啊 ，Tiffany 啊，幫我 book 我平時去開一間 cafe 度啊，我想去嗰度食 lunch。好啊，冇問題。啊 ，book 兩位添啊，我想同你一齊去睇埋陣間陳總開會啲資料啊。OK 啊，陣間見。唔該曬。不好意思啊，方小姐，我遲到。好，唔使急，我幫你嗌一杯咖啡同埋蛋糕噶啦。你坐低先啦，唞順條氣先啦。咦，我明明記得呢度冇 WiFi 噶喎，點解你會上到網嘅？新呢一部機咧，插張 SIM 卡或者 eSIM 咧就 OK 噶啦。你知啦，我哋經常都要出去開會，冇得上網好麻煩嘅，所以要隨時隨地都可以上到網咯。係啊，啱啱咧我整理緊你同陳總開會嘅資料啊，但係咧我唔小心倒瀉咗杯水啊，之後部機就唔著啦。我諗住轉頭咧就拎佢俾 IT contractor 度整，但係又好驚啲敏感嘅資料同 data 會流出喎，點算啊？你冷靜啲先嚇，公司咧派得呢部機俾你，梗係安全㗎啦。首先你就拆咗部機後面呢個 SSD 先，然之後咧就俾 contractor 整，咁就唔怕嗰啲重要嗰啲資料咧就流出去咯。嗱，你用住我呢部機做住嘢先啦，唔好再倒瀉嘢啦。新一代工作模式已經慢慢進軍各行各業 ，Microsoft Surface 商用版系列產品都可以幫你輕鬆趕上轉型之路，想 smart working 定 hard working， 由你話事。